我还在想会不会遇见你。你好，我叫李光。你好，我叫李慕佳。你就赶紧过来吧。你说我买这么大个房，你要不过来，我给谁住啊？有妈妈的地方才是家。 你现在长大了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妈妈的家。以后啊，就去哪儿，就跟你去哪儿。干嘛呀？买房多开心的事儿啊！啊，开心点儿。高兴呢。过段时间我就把你接过来，咱家俩一块儿住。高兴点儿，听见没有？挂了啊，拜拜。慢慢学会。 坚强。怎么样？签约都顺利吧？顺利，李慕佳问你好啊。 方舟啊，嗯，一会儿你先打车回去，我想自己出去转转。好，我找个边停。这世上没。 你到来这干嘛呀？变魔术。很配你。 在我的理解里边呢，灰姑娘只有一个技能，就是等着嫁王子。但你跟她不一样，你有很多的技能，很多。 来北京念大学，毕业后留下打拼。北京城这张地图，在我面前越摊越大，哪里吃饭，哪里逛街，哪家商场活动多，哪家菜场实惠大，我门儿清。这十几年，我搬过 N 次家，亲眼见证万千广厦拔地而起，从崛起第一仙土，到筑起云顶的繁华。这个国家，这个城市。 这样独特的方式，和我的青春联系在一起。哎呦，搬了这么多次家，终于能在自己家里吃饭了。
多点绿色才是我创业的初心。是你的初心，让我想做一个有温度的人。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。什么忠告要告诉22岁的李慕嘉吗？所有的功都是奖励，所有的亏都是经历。在人生这条道路上，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，买定离手，错爱不究，策马向前，光一定在至暗的那头。再见李慕嘉。再见你们家。我还在想会不会遇见你。你好，我叫李光。你好，我叫李慕嘉。